小琪，你奶奶！妈，我中奖了！你中奖了，他让你中奖的。哦，好身材呀，好身材啊！这个身材，我跟你讲，我刚刚看到一个。就是你没有看到哦，你没看到。当戴华上来的时候，他第一个反应是回头先去牵他。哦，你们彼此之间那种，你这种照顾他的感觉真的很棒，真的很棒。演戏界人的身材都很好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哎，不是开玩笑，真的。你到底要讲几次？你不要造成，等下他去打你鸡蛋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他也很资深哦，资深资深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戴华这个哇，做10年哇，对，差不多10年。嗯，请问一下，这位小姐她的外号叫做什么特色？嗯，什么小魔女？是什么意思？没有，好像姐妹。这就会看得出来，好，对，关系是好的。刚刚就感觉出来，这是外面惹事，好像第一次见面一样。他有什么优点？我觉得有三个重点。第一个，身材好。哦，我知道。重点，重点要加分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机会爆嘛，该长的长。第二个重点，脸，脸可爱又可以性感。哦，而且他这个角度是上电视最好看，对 ，camera face。第三个 ，base 能力很好，记忆力好，体力好，抗压性高。哇，那你好像在买摩托车哦。抗压跟体力抗压，这种就是什么？这种就是专门为那种八点档，对，昂档戏出身，体力一定要好，铺路的，对对对。是，我们先来待会儿请入座，接下来就交给我们。对，你不能再保护他了。落入我们的掌中了。来，请把当时的眼镜拿下来，帮你。哇，加钱，来，第一印象，第一印象，这没有加。可以看这边吗？他眼睛好漂亮哦。然后打个招呼，嗨。你要把声收了。嗨嗨。看我多聪明，他弯腰往我这个弯。加一千，加一千。少女座，身高165，刚刚好。女一哦，不能太高，对对，因为太高配不到男一，没错。以前就是很多你也知道，很多女一太高以后完蛋了，她没有办法跟人家对戏，对，你知道，因为普遍有一些演员个头不高，比如说 Junior。你要不要讲纳豆？我跟你太好，这个是不是什么好事？好的下场，都会被你出卖，被你摧毁。请问一下，三围是36D、25、35。这个时候还不加，你是呆子吗？你在发呆子吗？你是不相信想要量量看是吗？这样加，加五百。我们这边有一段他演出的。哦，这要演，这个要。这种会有这样的设计，好看，哇，哇，哇塞，你每一出场都这么夸张。子定，小琪，你奶奶，这是我的朋友小琪。小琪，你来请他呢啦，你俩分工，咱在海边哦。哦，哇塞。小琪，你紧张，你那请他那波请你别，你要请海边一场啊。不好意思，穿错服装了。哦，你常穿错服装。那个时候朋友有介绍我来三立试镜，那就是试那个天之娇女的角色。对，那时候是一个千金大小姐的角色。对，结果我就想说，千金大小姐平常到底都穿什么样子呢？是。然后我朋友就给我个建议说，你就拿出你最自信的样子就可以了。然后我就想说。最自信的样子，那就是你的武器拿出来用。对，然后那时候我就穿了一件比较稍微合身一点，然后比较性感一点的洋装。那你误会，你那个是要来国光帮帮忙的。对，走错火了，你怎么穿那个去？是怎么？你来五楼吧。结果呢？有被找到吗？结果就是所有面试的长官都吓了一大跳。全站起来鼓掌，然后我自己全站性太好了，对，然后拍手叫
你现在从后面坐电梯去四楼，他们在录国光，太适合了。我说我们要的是大家闺秀的千金小姐，不是从美国回来的千金小姐。是有钱的人不一样啊。这个要演这种就是本土剧，嗯，那个是连枪都不能有的，嗯，你怎么样让自己当初怎么试上的？讲这个，嗯，台语内容。在试镜的前两天，给了我一个剧本，嗯，然后呢，我就按表超课的把它背下来了。哇塞，哇，台语用背的，对，然后演出无误，然后呢，结果想不到在第二次试镜的时候，现场立马又给了一个剧本，哇，考验改版，对，然后希望你15分钟内 re 完之后就直接上场考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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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对对，考试。然后那时候是一个。两女就是两个女主角连体婴跟一个男生的剧本，我把所有女生的词都背完了，台语的。哇塞，强哦！这次做到以后，他对你的态度就对对，他就180度大转变，从此以后就对你很放心，嗯，是不是？其实我觉得惊吓到就是长官们的是我后面的回答。你说什么？因为在试戏完之后，大家就会觉得说，你这个人对你印象很不错。他说，那请你用台语做自我介绍。嗯。然后我就说，这个是台语没错，不是做，这个是就台语的骂人。你当啊，你当，你说谁？我不会。哦。我直接跟三立的长官说我不会。哇，那就。我跟你讲，然后他就很惊讶说：“那你刚刚那个台语的剧本到底怎么出来的？你刚刚明明就对戏很 OK 啊，那为什么？对啊，我说我刚刚就是一字一句把它背下来的。对，你是电脑人吗？很强哦，对，演技大考验。对啊，来了。今天我们给你一句台词，是你必须要用四种情绪来表现这句台词。这个时候我们要先请。”入围者为我们示范，同样一句台语哦，台语啊，同样，对，妈，我丢囧啊，是四种情绪，对，第一种情绪，请开始。妈，我丢囧啊嘞，好，好，第二种情绪。妈，中奖了！中奖了！第三种情绪，第三种情绪，怎么可能？真的！妈妈，我丢进完了！看，我没有在演你妈了。那我找每个东西给我，我不能叫他妈妈。你年纪跟我差不多。搞半天，好我演你妈一样的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第四个，妈，我丢掉了。我学会发挥有啊，我发挥啊，我就这样啊嘛。哎，导演还没看他，这么久，我就故意。其实有很多种，对，很多情绪，厉害。我们这边都是尊重前辈多好，我也怕很紧张。我们先来一个范本，还是要看一个烂的，烂的，哪是烂？我很真实的，真实的。妈，我中奖。预备，请开始。妈，我中奖了。好猥亵的，不是故意烂的，不是我的意思说，为什么都是我演妈？真的需要一个爸，爸，我爸，爸，爸，反正没有没有安全感，我很少被叫妈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该你。我可以请我妈出来吗？哦。哇，来，太好太好，接当一下，对手很重要，对手不可以笑。哥当你妈，哥可以帮
帮忙一个忙吗？演爸爸，我演你男朋友好了。我演你家人家弟弟。没有，你演外面那个看门狗就可以。台北。另外一个角色，另外可以在这里吗？另外一边。我演。他怎么了？我演他，我电影咖。电影咖。你要哪一种？你是那种中奖是吗？你不重要，你不重要，就你不重要，你站在这里，他不是也说妈，我中奖了，我怀孕了，不是啦，那是你啊，那说妈，你要当阿妈的那个才是怀孕。好来，不是那种中奖。妈，我中奖了。我操，冷漠。这个奖项应该是金额不高，孩子不是我的。妈，中奖了！哦，这个真的哦，另外一种意思。哦，厉害！打！妈，我中奖。最后打，还是你打的，感动感动，用力打啊，感动感动，一巴掌，给他一巴掌啊！妈，我中奖了！谁中奖了？他让你中奖的。爸爸出来，请堂哥猜猜看，哇，我的主题是什么？你怀孕了？怎么有这么容易被看出来？你演的太好，你演戏不同情绪，不是你演戏，如果演个大家看不出来，那完了，厉害！还搞半天啊，他到底中什么奖？对啊，而且你是统一发票，对啊，当立冬一演就是一演的就那种不负责的负心汉，对啊，刚刚是用喜怒哀乐推开，对，看得出来，而且他很厉害，他是各种不同。情绪马上有的时候是跟这个男的有中奖了以后，哇，是开心的。对，那有一种说完了，这家伙这男的跟他讲，负责任，我就是危险期，他就非要各种不同的情绪，但厉害，你看在短短时间，他马上知道说，其实中奖不一定是金钱上，OK，很厉害。来，请坐，精彩啊，精彩。